近日，名人们纷纷参加冰桶挑战的活动，他们被冰水浇遍全身的视频图片在网上被网友们疯转。目前已经有贾斯汀·比伯、谢耳朵、汤姆·克鲁斯、泰勒·斯威夫特、比尔·盖茨等明星参与进来。据悉，冰桶挑战赛全称为 ARS 冰桶挑战赛，要求参与者在网络上发布自己被冰水浇遍全身的视频内容，然后该参与者便可以要求其他人来参与这一活动。活动规定，被邀请者要么在24小时内接受挑战，要么就选择为对抗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捐出100美元。Here we go！Alright, Tommy, let's do it.